我是幺零，请讲。队长，你老是值夜班，一会儿小红红又该给你打电话了。这里有和吴宇呢，你先回去吧。什么？报警人不说话？那你告诉我们干什么？我们到哪儿找人去？要不这样吧，下次你们直接把电话接过来，好吧？这里是 RMOB 海上播音，今晚0点左右，在 WKF 海区将有8级至10级的风暴，浪高。这是什么电台？是110值班室来的电话，说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可一直不吭声。我看肯定是哪个小混混在瞎胡闹。哎，楚队，你老拿通缉令干嘛呀？那可是海南省的，离咱们这几千里地呢，哪能那么巧就跑到咱们这儿来？这家伙跑了1年多了，量他也不敢往这儿跑，人生地不熟的，一到咱们这儿不就露馅了？除非啊，他变成鬼。怎么了？说那个报警的人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没有。哦，他说电话里好像有人在哭。有哭声？男的女的？他说话筒里噪音很大，听不清。手术室准备好了吗？啊，我也是刚刚赶到医院。快点快点，注意啊！慢点。队长，你回市局以后一共没回过几天家吧？小红红该想你了，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我往家里给你打电话。红红这两天在托儿所不回来，我跟你们再待会儿。你们看的什么片子？是美国片子，叫《七宗罪》，不过可是恐怖片，好多女人不敢看的。小芳，快跑！姑娘，手术很快就完了，别担心。小芳，你快跑！不要说话，休息。哎，什么？那个电话又来了，李院长呢？那你们先接过来吧。啊，李院长，你好，我是刑警队值班室的，请讲。发现一个姑娘，在哪碰到的？
海边公路。哦，那什么身份呢？不知道，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左腿骨折，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手术。现在还没有清醒，估计要到明天清晨吧。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所以……啊，这样吧，李院长，等病人清醒以后，你问一下他是哪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真的有特殊情况，你再通知我们，好吧？啊，好，再见啊。哎呀，这个李院长也真是的。我马上就回家，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吧。院长，怎么是你？谢谢你。出事了，怎么了？刚才那个姑娘她已经死了。什么？刚才值班的护士听见房间里有人叫，就急忙赶过去一看，她已经……不可能！李院长，你找什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俩在值班呢，听见他的叫声就跑了过来，发现他已经趴在地上了。这怎么可能？刚才，莫医生，刚才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人？什么人？就是他。他刚才还在我的办公室里啊。喂，啊，李院长，你好，请讲。什么？病人死了？看看。喂，我是刑警队楚天红，你那个病人怎么回事啊？啊，您慢慢说。什么？你没看错吗？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咱们走。等你啊！
快，我们快走吧。瞧把你吓的，卡片挂好了。哟，我忘带了，芳姐，帮帮忙吧。我，就你这样还能当护士啊？走吧，我带你去。等一下，怎么了？我听见有人在叫。到底看见什么了？真的，我真看见了，我和小张，我们俩都看见了。小芳，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可你是个老医护人员了，你怎么可能说出这么荒唐的话来？真的，我没说谎，真的。里面是仓库。李院长，你刚才在电话里说，他此前到过你的办公室。是的。就在这儿。刚刚给你们打完第一个电话的时候，打算喝杯水就回家休息。回头一看，他就在我的身后。他向我鞠躬，还说谢谢你。然后，哦对了，莫大夫来的时候还问过他的。好像是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小芳护士就赶过来报告说单人病房里出事儿了。怎么可能呢？根本就说不通啊，莫大夫，你还是带我们到单人病房看看吧。好吧，请。当时谁在他身边照看他？是李院长亲自做的手术，手术呢比较顺利，所以我就叫他们。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是谁第一个发现他死亡的？是我，我当时正值班呢，突然听见病房里一声惨叫，我吓坏了，赶紧跑了过来，发现他躺在地上，已经……莫大夫，你能告诉我病人猝死的原因是什么吗？这不好说，有许多可能，例如心肌梗塞、心脏主动脉破裂。突发性急性胰腺炎、脑肿瘤、急性占位性病变，反正绝对不可能是腿部的外科手术。绝对。绝对。李院长，你的意见呢？这很像是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刺激，引起心脏剧烈的收缩而破裂。但是在我们医院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是那个鬼把他给吓死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弄不明白，所以才向你们报案的。
李院长，请你告诉大家不要再谈论什么鬼故事，还有，需要麻烦你一下，带我们到你第一次发现这个姑娘的路上去。 我的车从那边过来。李院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姑娘，你怎么了？姑娘，急诊室吗？我是李院长，我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腿部骨折的病人，请马上通知莫医生准备手术。你有没有看清他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像是从这条路上。 你们俩对这个楼有什么看法？队长，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马上送到技术检验科学，一定要在彭局长听汇报之前得出结果。情况就是这样。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总共发现三个最大的疑团：第一，紫发姑娘刚刚动完手术，怎么能去李院长的办公室向他道谢？第二，几乎与此同时。 在单人病房里，他又突然死亡。第三嘛，说呀，咱们这儿好像没人怕鬼吧？啊！第三，在停尸间里，那个护士怎么会看见？等会儿，准确说是那个紫发姑娘的尸体怎么会抱着自个儿的头在哭？是的。完了，这鬼故事讲完了。不。 楚队在海边破楼的地下室和单人病房里都发现了一根紫色的头发，化验结果，哼，好你个慷慨啊，跟你们队长一样，到关键时刻就卖关子。哎，快说！化验结果表明，在海边破楼地下室里发现的头发，跟死者的完全相同，就是死者自己的头发，而单人病房里发现的头发，是一种。 大型动物的毛发染成的，嗯，什么动物？不知道。嘿，又多了一个疑团啊！哎，天虹，你快说说吧。目前我也解不开这些疑团，不过我有两点看法。第一，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紫发姑娘的真实身份，但是从尸检报告中来看。 她的体内有海洛因残留。
而且还有性病。第二，这个紫发姑娘的死因绝不是什么意外事故，更不是鬼故事，而是有人故意谋杀。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谋杀的手段和谋杀的目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谋杀手段非常特殊，也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谋杀目的。彭局，我们先别忙说你的计划，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可能对你们有帮助。关灯。这里是 RMOB 海上播音，这里是 RMOB 海上播音。今晚0点左右，在 WKF 海区将有8级至10级的风暴，浪高7米，请过往这一带寻找海扇的渔船注意了。就在你们所说的案发时间的前后，我们的海警部队呢截获了一个特殊的天气预报。根据国际刑警的通报，那么这个是贩卖人口集团的一个通讯方式。我们的海警部队呢立即出发，在即将开到公海之前截获了这艘不明国籍的渔船，查获了4名被拐卖的妇女。可惜的是，就在这些人贩子逃跑之前，把他们全都给杀害。抓住那些人贩怎么样？只抓住一个，其他的都跳海了。这个嫌犯呢是个外国人，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他们同伙的通话当中呢提起过一个叫鳝鱼头的人。局长，我认为这个紫发姑娘可能也是被拐卖的妇女，或者是犯罪团伙的成员，总之是了解犯罪集团内幕的人，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杀人灭口。是吗？也许你说的有道理，我再让你们看点东西。嗯，这是在船长的保险柜里发现的，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他们的验货单。这几张照片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证明了你们的推论，就是这个紫发姑娘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鳝鱼头就是这个搞鬼的人。不对呀，在李院长办公室出现的明明是紫发姑娘，她为什么要感谢李院长？还有停尸间。天武，你有什么话说？楚队，我们除了把那个紫发姑娘的照片秘密印发到各有关单位协查她的真实身份以外，其他的就无从下手。吴宇，咱们回去。怎么了，楚队？去110值班室调出当天晚上第一个报警电话。不是说那人没说话，什么也听不清吗？那他为什么说有人哭呢？我是110，请讲。你是哪里？你发生了什么事儿？重放，滤掉值班民警的声音，放大背景声。放大一倍，再放一倍。放到极限。停。报案人当时就在现场，她不是紫发姑娘，她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是谁都说不通。但是我们就从这儿下手，找到他。
天快亮了，吃点东西吧。好，是的，你先吃。你吃吧。风，说吧，让我来有什么事儿？我杀你！我要杀死你！彭局啊，我是楚天红，请各巡逻队立即向海滨公路移动，封锁海岸线。在这个时间内，凡是发现一男一女乘快艇从海上回来的，马上扣留审查，并且通知我们。谢谢，走。我是楚天红，在五号海滩发现了，只有一个男的。什么？死了？通知法医了吗？好，我们马上到，走。我吧。查明了，这个人叫熊天，过去是个业余的拳击教练，曾经因为贩毒判过刑，出狱以后无事可做。但是我估计他跟最近发生的这个贩卖妇女集团有关系。可是等我们巡逻队发现的时候，已经这样。死因是什么？从死者的体征和表情上看，是氰化钾中毒，是被人用注射器注入体内的。死者的腹部有一个针孔，看来死者没有任何的防备，所以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相当熟悉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利用了某种外部的强烈刺激，使被害人在瞬间心脏急剧收缩，丧失了反抗能力。准确的原因要在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知道。找到注射器了吗？没有。那有没有找到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手机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哎，你们说怎么还一女的？是的，局长，他们是一起逃跑的。封锁海岸线。彭局，撤销封锁吧。理由呢？我觉得那个女的，我听见熊天叫她若芳。那个若芳应该是自己跳海逃跑的。那你为什么要撤销封锁呢？根据我的直觉，我觉得那个若芳仇恨熊天，
但又不敢跟我们警方接触。如果这时候他看到我们封锁了海岸线，他一定不敢上岸。那结果就是他被淹死。如果连若芳也死了，我们就连最后的线索也都没有了。这么说，一直有一个人在监视熊天，而且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就杀掉了熊天。楚队，哎呀，查到了吗？查到了。昨天下午，咱们到达海滩之前，有人在18:20在公用电话亭打过这个电话，你看，13301123615，我查过了，记住就是熊天。你们来看，就是这个叫若芳的，给熊天打的这个电话。来，对，就是他，这就是熊天。哎。这不是死了的紫发姑娘吗？站在她边上那个漂亮的黑头发姑娘是谁呀？土队，你看出来吗？这两个女的长得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人。我全明白了，这个黑头发的姑娘一定是若芳。全明白了。嗯。我还是不明白，你说这对姐妹俩跟熊天到底是什么关系？若芳为什么要杀熊天，却又不跟我们合作？而这个熊天，他为什么要杀若芳呢？还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个熊天到底是谁杀死的？哎，康凯，你还记得那天熊天跟若芳说了什么吗？队长，当时距离太远，海风又大。我好像听见他说，大夫。大夫。对对对，队长，你提醒我了。他好像还说，如果你实在不肯，大夫就会让你。这就是说，如果他不服从，大夫就叫熊天杀了他。所以说，若芳一定还会去找那个大夫。继续监听电话亭。不用了，他已经不会用那个公用电话了。为什么？熊天在到达破楼之前，若芳跟他通过话，而熊天在乘快艇逃走的时候，若芳就坐在他的身后。但是当他只身来到了5号海滩的时候，他身上的手机却没有了，哪儿去了呢？监听这个电话，已经在监听了。你好，199专案组。什么？嗯，好，好，我们马上到。什么事儿？队长，海岸巡逻队报告，在7号海滩发现一个女人的假发，是紫色的。队长，别看。附近的海滩搜索了没有？都检查过了，什么也没发现。把这个送到技术科，跟我们搜集到的麻发做对比。是，楚队。他会不会已经？若芳，
回家。啊，你跟娘说，说我下辈子再做牛做马报答他老人家。爹，我们一起回家。不，姐已经没有家了。小芳，你快走吧。啊，拿着，快走，快走啊！若芳，还是跟我回去吧。大夫说了。大夫。这臭丫头连我手机都偷走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他妈早晚整死你！喂，是博慈医院吗？请转一下木易大夫的。哦，那个手机出现了，是打到哪里的？接听人是谁？好，这样，你们追踪到手机的呼出方位以后，尽快通知我们。好，监听到熊天的手机了，是若芳打的，但是只记录到是打到博慈医院总机的。楚队，我想起李院长说，当时紫发姑娘死的时候，曾去过她的办公室。要是说若芳也不对。他当时是在海边公路的电话亭里，怎么能去李院长的办公室呢？是不是他故意布下的迷魂阵？无论如何，我们的视野已经大大缩小了，就快要接近那个大夫了。交一下费，多少钱？一块钱。给。哎，得了，好，谢谢，慢走啊。好嘞，哎，哟，三位啊，你好你好，哎呀，三位都来了，你们这是，哎，是来看病啊，还是办公室啊？是这样的，嗯，李院长在吗？我想跟他了解一下情况。在啊，他在呢，他就在那个。不过呀，最后最近他这心情可不太好，恐怕是心情不好。嗯。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自打医院出了那档子事儿之后吧，我们这院长他，哎，我说那个鬼案子有什么头绪没有啊？单大爷啊，您一直在这儿工作吗？啊不，那您身体可够好的，瞧这一头好头发，跟年轻人的差不多了。是啊，真不错。啥好头发呀？你看看呐，这都快白完了，这不是？哎，我说，那个你们抓没抓着那个鬼啊？啊，这还很难说。哎，单大爷啊，我还真想让你帮个忙，想跟您了解一下这医院点情况。你说，别看我来得晚呐，这个医院的事儿啊，没我不知道的。那就太好了。我想问一下，这医院里到底有多少部分机电话呀？那可多了去了，你看，这大楼里头啊，有多少间房间，那差不多呀，就有多少部分机。哦，那，康凯，人家还有事儿呢，咱们走吧。李院长啊，是你们，请坐吧，有什么事儿吗？对不起，打扰你，我们想再了解一下。那天晚上这个男人有没有来过你们医院？请不要再提那个鬼故事了好吗？你们有法医，为什么又来问我们？你知道吗？
那个紫头发姑娘的事情，这些天来我们医院已经传言四起，个别护士已经要求调离，就连莫大夫这样的业务骨干都打了申请离职报告，要出国去了。莫大夫要出国？他的爱人和孩子前年已经走了，我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才留了下来，这不他现在非要马上走不可，刚才还在这里跟我吵了半天。楚队长，如果你们再不破案，我这个院长就当不下去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医院的分机电话设置情况。你们问这个干什么？你有分机电话吗？有，有两台。今天上午有人给你的分机打过电话吗？当然有。你们？我们说的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是病人。你什么意思？喂，喂，哦，老莫啊，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不是说好明年再走的吗？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是个大夫，怎么也会被这些鬼故事吓着了呢？不行，我不同意。你实在要走就走，反正这个手续我不办。院长，小芳说什么也不肯到单人病房去，您快去看一下这吧，病人都抗议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医院都乱成什么样了。请问你要哪里？请给我转向莫大夫。莫大夫刚才请假回家了。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空陪你们。你们不是要分机电话吗？这是我们全院医护人员的电话。哎，楚队，这李院长可是一点都不配合，还把咱们给数落了一顿，真够窝囊的。哎，楚队，咱们去哪儿啊？我可是有点饿了啊。我也饿了。楚队，咱们吃点好的，去凯宾斯基怎么样？呵，那还是让彭局长请你们吧，咱们就羊肉泡馍吧，这我还请得起。啊，行。反正饿了，羊肉泡馍就羊肉泡馍。哎，您看这是谁？老汕头啊，你没看出来啊？哎呀，还真是老汕头。楚队，你说这老汕头这走路，看着也挺年轻的，不像那把年纪。算了吧，还是等风声过去，我们一起走吧。听说大姐在长岛已经买下房子了。哼，等风声过去，你等吧，我可等不及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没注意到那个女警察的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你看着我干什么？你以为他们就找不到你了？啊！你看看这个。
个人呢，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喽。楚队，别磨蹭了，快点撕吧，要不然人家把碗给收走了。哎，你们说医院的人真的相信有鬼吗？那些小护士倒罢了，李院长会相信有吗？李院长，他不会，他是医院之长，又是专家，他怎么能相信有鬼呢？那莫大夫呢？偏偏这时候提出来离职，还着急出国，难道也是怕鬼？我觉得倒不是，他一定是想他老婆和孩子了。请把您的碗给我。我是219，电话又出现了，两次，方位是哪里？哦，海滨公路。接话人呢？两次都是挂断了。李院长给我们那个电话单呢？哦，找莫云一家的电话。找到了，5466-3219。喂，我是219啊，你给我查一下这个地址，电话号码是5466-3219。对，知道准确方位马上告诉我们。若方有危险了，你赶快通知彭局，到刚才那个地址接应我们。嗯，人呢？怎么没吃就走了？谢谢你的高明的手术啊，姐夫。别叫我姐夫。要是没有你，我莫永业永远是个堂堂正正的大夫，真恨不得。你恨不得怎么样啊？说呀。你别太得意了，我告诉你，我要是露了馅儿，你也跑不了。你是该走嘞。又是那个不死的臭丫头。他敢来找你？你别忘了，他连熊天都敢找。我也该走了。你把那个丫头的事儿处理完之后啊，就走吧。到那边问我姐好。你来了，好吧，今天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吧。你的姐姐若芬因为吸毒早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可不能怪我，谁让她跟熊天混在一起了。我们是和外面的人蛇在做生意，因为答应交付的数目还少一个，
所以熊天就利用你姐姐的毒瘾，逼着她把你也骗来了。本来你现在已经在外面当妓女了，可是你的姐姐，哼，就算是良心发现吧，她把你救了出去，自己也想逃，这就给我们惹了麻烦。我们只好除掉她。 又处置了熊天。说实话，你想为你姐姐报仇，完全可以去找警察，可是你不敢，哼，因为你姐姐是这种人，你自己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 到目前为止，这个贩卖妇女集团的三个成员莫永义、熊天、紫发姑娘都已经相继死去，但凶手到底是谁呢？虽然若芳三次都有嫌疑，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当若芳在单人病房的时候，这个若芳在李院长的办公室，熊天把若芳带到了快艇上，但是若芳。 没有杀害熊天的能力，同时他也不可能携带注射器和氰化钾药物。关于莫永义呢，是若芳打电话给莫永义的，所以莫永义一定有准备。而且，当我们到达莫永义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若芳的一声尖叫，所以若芳应该是在莫永义死后才进的家。因此，我推断，这一次若芳还不是凶手，他只不过是莫永义死亡的一个目击证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单鱼头为什么不派莫永义杀掉若芳呢？而单鱼头自己要杀掉莫永义呢？只有一种可能，莫永义死前急着要出国，如果他急于逃跑，一定会暴露的。如果我们抓住了莫永义，那就势必会揪出单鱼头。可问题是，现在熊天都死了，我们从哪儿去找单鱼头的线索呢？若芳。 因为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有可能见过单鱼头。但是很可惜的是，他的脑神经由于受到恶性的刺激，现在处于失语状态，目前正在我们公安医院接受保护治疗，还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线索。看来，对单鱼头来说，现在最大的关键就是要消灭若芳，因为他是他最后的心腹之患。 而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关键是想办法让若芳尽快的苏醒过来。天虹，你看有可能吗？我们会密切关注医院那边的消息，同时，我们也把若芳的照片补发到各单位了。莫永义大夫，工作的疏忽，在给病人手术过程当中，使用了过量的麻醉剂。 致使患者突发性的心肌梗塞死亡，莫大夫悔恨交加，自杀身亡。这件事情总归是过去了，啊！在这儿呢，我想代表公安局党委，向贵院在办案过程当中给予我们的配合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Thank you.
局长，什么好消息啊？若芳醒过来了。没那么好，哎，也还不坏。怀丰镇白石村的派出所来电话，说他们那个村长认出了那个若芳，同时也认出了他那姐姐若芬。真的？嗯。太好了，咱们可以有线索了。是是是。知不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啊？只有一个母亲。若芳，若芳，若芳，我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你妈妈了。我知道他在听。啊？那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啊？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妈妈的声音。你的意思是，把他母亲接来？对，我去吧。等等，据村长说呀，他母亲不认这两个女的。为什么？他们两个的所作所为，伤了他母亲的心。那我就更应该去了。我觉得不管孩子做了什么，母亲毕竟是母亲啊。问题是，你能有绝对的把握，当他母亲出现以后，若芳的病情不会受到突然的刺激？我希望不会。而且彭局，我觉得有时候任何医疗手段都敌不过人的天性。我相信母亲的真情能够把女儿唤醒。楚队，你真的就有这么大的把握吗？我曾经是女儿，现在是母亲。事情啊就是这样，已经一年多了，他当谁呀、啊、都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俩女儿。哎，咱们还是到办公室谈吧。啊啊，不了，您还是直接带我们去大娘家吧。哎呀，别去了别去了，没用，他不会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见到他。这那好，那走吧。大娘，大娘，有人来看你来了。去去去，没人看我姑老婆子，我也不让人看。大娘，你是？啊，这是城里来的警察，专门为小芬和小芳的事来的。哼，真是犯事儿了吧？别跟我说，爱咋地咋地，我早当他死了。大娘啊，我们是来告诉你，小芳她没犯事儿。你诓我，我不信。要不啊，你们来这儿干啥？跟着他姐，就没个好。要不，您去看看他，他正等着您呢。不，我不去。他就是死了，我都不看他一眼。大娘，您说的是真话呀？看看，他活该，死了才好呢。大娘，我可得告诉您，小芳是个好姑娘。我不相信，你眼看着她要死了，就忍心不去看看她。我再告诉您吧，小芳现在这样可是让坏人给害的。
您要是真的不想去呢，那我们就先走了。这是怎么说呀？哎，楚队长，楚队长，你等一下。楚队长，我还是跟你们走一趟吧，咱们怎么也得想想办法救救若芳啊，是不是？嗯，不用了，谢谢你啊，村长。哎，这个康凯，咱们再等等。回来了，方局。哎，关于莫永义，若芳说了些什么？他说，当他到莫永义书房的时候，我问他海滩上的假发是不是他的，他说是，在他登上快艇的时候被海浪冲掉了。他还说那个假发是他姐姐送给他的。那你没问他，他姐姐的假发是在那儿买的？问了，他姐姐说是莫永义送的。两个人都死了，死无对证。那么除了莫永义和这个熊天之外，他姐姐还跟他提起过其他什么人吗？没有。嗯，那你打算怎么办？回过头来再调查莫永义。可见莫永义有防备，就把门锁上了。书房也是如此。可恰巧的是，若芳手里的确有根粗铁丝。
我们检查过了，烟头和酒杯上也只有孟永义的唇纹和指纹。地毯和窗台上有踩过的痕迹，但非常模糊，楼下的草坪上也有，已经无法取证了。常凯，去市长话局调出孟永义最近跟美国通话的录音来。吴宇，跟通缉令上的照片重叠对照。是。队长，完全重合。喂，我219。哦，长化局东西过来了，马上放给我听。玛丽。是我。我是永义。哎。你让东亚公司发的邀请函怎么还不来呀？哦，那过几天行吗？什么？过几天行吗？不行，你让他们赶快办，我得马上出去。为什么呀？要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那我弟弟能和你一块来吗？你弟弟？不行，他现在不能走。啊？哎呀，见了面再告诉你。好，谢谢。队长。这家伙肯定是他老婆的弟弟，可他究竟是谁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啊，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谁呀？李院长。李院长。哦，是你吗？有事吗？我要回家休息了。没什么，想跟你了解一下孟有义的家事，可以吗？我从来不管别人的家事。很对不起，我没什么可说。那我们就随便聊聊。您这个办公室很有点品味啊，这是谁写的？这是古代医圣孙思邈的医训，我手书字面。这个是清人蒋士铨的诫子语。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书写的。说得真好。这个呢？这应该是个牛头吧？哦，这是牦牛头骨，西藏特有的宗教事物。您去过西藏？哦，没去过，是别人送的。孟永义送的。是他本人送的还是？怎么查赃物吗？孟永义也有这个东西吧？那谁知道？那他为什么送你？这个有关系吗？有。好，那我就告诉你们。楚队，你还记得在单人病房发现的东西吗？技术科说是一种大型动物的毛发，我看这牦牛尾巴一定有问题。咱们还是回去鉴定一下吧。
队长，原来你刚才弄头发的时候就……队长，我们去哪儿？去医健科。从技术检验科的报告来看，若芬此时身旁的那根假发就是用这种牦牛尾制成的。但这个医院里面有这种牦牛尾的只有三个人，而案发当时，李院长和莫永义是在院长办公室的，所以说。 就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老单。也就是说，是他制造了这起奇特的谋杀案。但是熊天呢？还有莫永义，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就在我们追踪若芳的时候，若芳也在追踪着杀害他姐姐的凶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们，也在盯着若芳，随时想要把他灭口。 每当他们的人露出马脚的时候，像熊天、莫永义，都会不留痕迹地死去，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保护这个贩卖人口集团的最高头目。我们每发现一个线索，他就杀掉一个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最高头目单鱼头就是老单头。我建议，立刻拘捕老单头。凭什么？就凭一个牦牛尾做的假发？ 天虹，你的意思呢？除了刚才讲的，彭局，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想跟您个别汇报一下。也好，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嗯。你怀疑海南那个逃犯是？ 这只是我的直觉，因为我没有掌握证据，所以我没把握。年龄、相貌也都不能确定。彭局，若芳要见楚队。楚队长，我原来不想跟您说的，可是现在我一定要告诉您，我姐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若芳，你别急，来坐下慢慢说。我跟姐进城以后，我发现他，后来我骂他，他告诉我，还有一个比熊天更坏的坏蛋，他。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姐姐还对你说过些什么？我姐还说，熊天告诉她，那个人叫单鱼头。如果他要说出去的话，他就得死。可是我姐为了救我，最后还是……若芳，你放心，我们一定抓住他替你姐报仇。 你先跟你妈回去吧。不，我不怕他，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你真的不怕？要知道单鱼头现在正在想办法杀掉你呢。楚队长，我不怕。若芳啊，这样，你先回医院休息，如果有需要，我们一定请你帮忙，好吗？ 天虹，看起来你的直觉又对了，这个老单头就是单鱼头。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证据。只能这样了，彭局啊，下一步的行动我准备。这里是 RMOB 海上。
医生临死前告诉我，是单鱼头害死我姐。他还告诉我，谁是单鱼头。哼，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了。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呀？说吧，想要什么？我听说莫医生办公室的保险柜有30万美金。我妈病了，需要钱看病。你要多少？一半。好吧，我给你。你住哪儿啊？他们让我住在公安医院。不，那儿不行。你能出来吗？可以。到哪儿？这儿我不熟，你说吧。去你姐姐待过的地方，这你总该记得吧？行，晚上10点，我等你。是你姐姐了吗？回头看看我呀。若芬，熊天。这个莫大夫的整容术还是有点水平的，但是，就算你变成了鬼，为了那些被你残害的姐妹们，我们也要把你绳之以法。